们很开心今天史无前例在这里举行了6小时8分之1引擎越野车的耐力赛。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超霸车队由我们杨崇盛车队经理所带领的这几个超霸的好手拿下了这一次6小时的冠军，一部车完全没有状况的完赛哦，我们非常难得。我们请我们车队经理杨先生、杨崇盛先生为大家讲几句话。很高兴我们完成了这6小时史无前例的创举，那我想大家的努力在这2-3天都完全发挥出来了。那其实我们的状况一开始我们在排位赛就坏车了，好，那这是一个好的预兆，因为先坏了，好，导致我们后面6个小时那大家都很努力的把这个车跑好。那我们的策略也研究了好几天，好，那包括我们大胆的只用了一次换引擎的时间，那一个换引擎的时间，那再加上我们让每个选手在每个过程都有新的轮胎跟新的电池可以使用，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想我们策略由大家共同研发出来的策略是成功的。那我们待会会秀给你们我们的策略白皮书。对，那我们现在请我们的第二棒萧旭胜，由他来为大家讲几句话。大家都很辛苦哈，那这一次的大家都发了很多的精力还有精神在这次比赛上面。好，那由我们的超霸的车子，好，阿法的引擎，好，大家的努力，好，那个提普罗轮胎，好，大家支持我们，好，就这样。好。第三棒。我在这边也感谢我们这几个队友哈，大家合力团队的合作，然后把这个冠军给拿下来。那当然，我们也要有一台耐用的车子，跟耐用的引擎，跟一个很好的策略，才能拿到今天的第一。好，谢谢啊。要谢谢 S Work 提供一台这么好的车，要谢谢我们老板的看好。让我来参加比赛，对 ，S Worker 超级耐用，还有 Alpha 引擎完美，谢谢大家。我想的，就是我只能说这个团队真的非常的棒，对，那前面的好处也都被大家说完了，敬请期待我们的新车，好不好？谢谢。来，好，好跑的一部车啊。非常轻松跑，好跑就是这样。好，简单扼要。Okay. 我们很感谢超霸车队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的品质毋庸置疑，希望说我们这部车能够在全世界发光发亮。谢谢你们，谢谢。好 ，S Works 来个欢呼一下吧 ，S Works 耶！好，1、2、3 ，S Works 耶！要剪接，要剪接了。来，再一次，来 ，S Works 1、2、3 耶！